点多，台南永康区中山南路上下雨，路面湿滑，民众慢慢行驶在道路上。这时，两名外送员才刚要经过路口时，机车前轮突然卡在坑洞里，两人连人带车弹飞出去，重摔在地。后方骑士紧急刹车，就怕酿成追撞。我过来时阵，遐嘛是分局来维护啦。啊，遐水遐是自来水的工程。包头无包好嘛？其实吼，伊有包啦，不过卡在多好路安尼吼，它也会冲刷掉了。事发就在周日晚间八点多，台南永康区中山南路及忠孝路口，疑似因为下雨，地面出现坑洞，导致骑士摔车。实际回到现场，坑洞处已经用三角锥围起来。这行人啊，这个用行呀。下雨酿成车祸不止一件，在将军区周日晚间七点多，一部机车与行人发生碰撞，一名82岁的老翁跌落在路旁排水沟内，救护人员紧急将老翁救出送医，人伤重不治。不幸老翁经医院抢救，人不治身亡。庄姓骑士讯后将依过失致死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另外，在屏东九如乡天宇路滑，一名20岁驾驶一个360度旋转逆向冲撞停在路旁的五辆轿车。你应该有听到砰一声啊？哎呀，哎呦，我落来只叫我落来，是无呢？迄哪迄落哪落啊？规个？对。驾驶酒驾车未有饮酒之前事，轿车被撞到迷迷冒冒，保险杆凹陷掉落，民宅铁门也被撞烂，所幸没有酿成人员伤亡。下雨天路面湿滑，视线不佳，民众得要多留意行车安全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朱俊杰、陈渊，屏东台南报道。